我现在看看这些，我的心里一点都不慌张了。呜、哦，开局一个武王能保得住吗？哎呦喂，保不住武王有什么用啊？这武王过去才狠呢、啊，这一个个的应该是稳不住。OK， 给我用。有点小想法，我开局已经来过一次武王了，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个呢？没有什么说的，真的是很爽，而且现在场面上很对称，我一路来一个撑杆跳，过得去吧，过得去吧。哎呀，这个飞贼真的是坏事了，你给我，你这来个啥呀？直接倒了不行吗？你非得来个飞贼 ，OK， 一路应该稳呢。行，交给你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完了，那你这把这个火炬给打掉了，就不对称了呀，不对称我就不在这儿了。那我先解决，哇，下路肯定要解决的，没什么说的，还行，上路搭梯他也防不住，没关系，先给他打掉吧，这个火炬，阳光肯定够用，我还有多少啊？哦，还有4000多，哈哈哈哈，太够用了呀，那真的是 OK， 一个巨人舒服的，说不一定过不去，完了，又来个冰车，我不管，一路必须给我来个冰车，我受不了，我这不管。我下路应该是稳了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兵车加速过去肯定能拿下的，快点来，我这么多阳光我就不相信一个都出不了吗？真的吗？你搞漂亮。